国家主席习近平七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，欢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庚、一零八海，国务委员王毅，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。陪同纳扎尔巴耶夫访华的有外交部长、第一副总理、副总理兼农业部长等。军乐团奏哈中两国国歌，鸣礼炮二十一响，纳扎尔巴耶夫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。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，观看仪仗队分列式。随后，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。纳扎尔巴耶夫适应习近平邀请，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，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。